陈百祥出席 EYT 好友会联欢晚宴，一齐踢明星队的许志安近日发生咁大件事，人生阅历丰富的叻哥就话唔使大惊小怪。我觉得呢件事冇乜大不了啊，即系男欢女爱嘅嘢成日都会发生嘅，个问题你自己处理得好唔好啫？我觉得几个当事人都处理得好好啊，冇问题，冇嘢嘅，呢啲系益嗰啲不利後果的傳媒，讓我們醒下他們而已，沒什麼寫，可能又 幫香港政府手，大家不會怎麼記得那爭拗啊等，那這些花生新聞就好過了，是吧？同秀姑這麼恩愛，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相處之道啊。我跟他不恩愛的，我跟他可能都很多，不過你們看到以為恩愛，即是我的氣好了可能。